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 FCU EC Test 解题，目前解说的是阅读第二回第138题。好，这一题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咯。 Having used up her sick leave, sick leave 这两个单字讲的是病假，那相对来讲后面有两个字是相对应的，叫 personal leave， 所谓的事假。好，所以呢这个 Mary 这个人哈，他已经 use up 用完了他病假的天数。当他在医院的时候哈，可能生了病。Mary had no option but 啊，当然就是没有 option 选择，只能用事假，只能请事假啦。好，那这里有一个片语的用法，是一个固定用法。我们说 have no option but 或是 have no choice but 这个情况就是。别无选择，只能怎么样？好，这边后面我们其实固定会选的是 to 加动词的用法，所以这题答案我们会选到 C。以上为本题讲解，谢谢。